Hello，听到我的声音吗？Hello，Hello，你们好，各位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伊莎，Hello，Hello，又是你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还要笑，OK，是各位，请帮我 share 我的直播。耶！你们来了，你们来了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你们好，全部人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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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Susan，Hello，Irene，Hello，Christine，Hello，Karine，Hello，Johnson，Hello，Hello, Kim Chung，Hello，齐青，Hello，Hello，伊三刚才讲了哈，Jolin，Hello，青素青，Hello，青素青是喜多芭蕾呀，美金你好，Hello Kim Chung。啊，Yrun 你好，燕玲你好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没有办法全部人的名字都念出来啊，如果漏了，请不要见怪。OK，我们再等多一点人进来。大家好不好？吃的饭没有？现在9:30的时间，你应该吃了吧？还没有吃就太迟了，变成宵夜了，有没有？那就不健康了。Leaf，Hello，Leaf 你好，谢谢苏珍帮我分享。其他人也帮我分享好不好？OK，首要条件，今天我要送礼物哈，但是首要条件就是一定要 share 我的直播，OK，share 直播，share 直播，然后请给赞，对，点赞点赞点爱心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因为在 Woof 那边哈，我在 Woof 的软件那边是已经一直要呼吁大家按赞，所以我现在也是麻木了，一定要叫他点赞才可以。真的有他，太有心机了，一个个把名字给叫出来，我尽量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全部人呢。先唱歌给我们听，哈哈哈，先唱歌，一来就先唱歌。谢谢你们分享，谢谢你们帮我分享。OK，声音其实清楚吗？我现在先来调整一下，我给大家听，如果看看这个 background 音乐会太大声嘛，因为我这边是听不到的，你们听一下，好。在这样的 background 音乐之下，你们听得清楚我讲话吗？调整一下，我们现在来先 warm up 一下。啊，怎么样？来告诉我，在这样子的音乐，有听到音乐吗？其实还是没有。我这边也听一看，我这边也看一下我的情况，我用手机看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今天没有清书清，今天不是用音效哦，今天不是用音效，所以不用太过，没有那么心脏病爆发了。是每一次要听音乐，听不到音乐，没有音乐。OK，我开大声一点，看，我现在来调一下音乐，这样子呢，这样子呢。May June 的礼物都没有缘分哦，是哦，今天来试试看好不好？今天试试看，OK，有时候很难说的。现在有没有听到音乐？我把音乐开大声了。谢谢你们帮我分享哦。OK，现在我把音乐开大声了，比较大声一点点，有没有听到？我怕声音会盖过我的，音乐的声音会盖过我讲话的声音，有吗？全部叫我唱歌，也要唱歌咩？清楚。今天也我再 check 一下你们的，有点音乐，对对对，苏振再接再厉，有吗？有音乐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啊？听不到音乐，还是没有吗？等一下啊，还是没有啊，真的还没有哈。OK，我现在调大声一点点，你们再告诉我，这样子呢？这样子有没有大声一点？这样子呢？我这边也 check 一下，可是我这手机看不到诶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会不是因为我同一个 account 所以不能开？啊，也是没有，也是没有，还是没有音乐吗？OK，来呀，还是没有啊？
OK，我再大声一点啊，我怕一下子开太大，然后要很靠近才听到音乐。这样子呢？OK，我开越来越大声了，我怕你们耳朵被震破，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来调，一点一点来调整。现在这样子呢？有吗？有吗？现在这样应该有比较好吧？我需要你们帮忙一下，很小声，也没有下雨的声音，不可能啊！没有下雨啊，这边没有下雨，这边没有下雨，很小声。OK，我再开大声一点啦，这样子呢？这样子应该有吧？很高了，这样子呢？这样子呢？Hello，刚刚进来的。Hello，有风声哦，是因为我开风扇。OK，我关掉风扇可能会好一点哈。因为我开着风扇。OK，我把风扇关掉了。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呢？现在没有风声了，可是音乐还有没有？也是没有咩？有我的声音就好了。Hello，Angel，Hello。OK，其实已经最大了，没有吗？还是没有音乐啊？不会吧？OK，我试试看用手机来听一下哈，确保所有的东西都走对，我才开始今天的直播，今天的节目。回音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听回音？真的没有音乐？咦，奇怪了，奇怪了，真的没有音乐？没关系，真的没有音乐哎，好吧，没关系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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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没关系。好，音乐只是辅助而已，OK？有，如果你们听到就跟我说哈。还是没有音乐？是哦。OK，好，没关系，没有音乐。奇怪哦。我还是不敢信，还是要去弄。奇怪嘞，为什么会没有音乐的？Game，可以，这一次有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OK，等一下，我不可以开这么大声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我没有按到这个东西吧？现在呢？现在呢？这次应该有吧，这次应该有吧，来，好啊，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，这样子呢。真的没有哎，好吧，好了，应该放弃了，应该要放弃了，太久了，我在玩这个东西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应该要放弃了，是时候要放弃我的音乐了。OK，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各位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室，欢迎，欢迎。欢迎欢迎，OK，来看看这个吧。
来到我的直播室。对，谢谢你们的到来。OK，今天大家看到我的标题就知道说我今天是要送礼物的，对不对？OK，然后我今天要介绍大家一个新的产品，然后这个产品呢是刚刚到，然后刚刚才能够让大家买得到的产品哦，所以是全新的。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试过啦，但是我所知道的是。诶，明天才开始售卖，然后我今天已经可以跟大家介绍了吼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这个产品。好，首先我要问大家的就是呢，你们有没有用小型喷雾器的习惯？喷雾器就是补水的喷雾器哈，不单单只是指叫喷雾器了哈，我要指的是可以帮助你补水的喷雾器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？那对我来说呢，我是有这个习惯的，就是我很喜欢用，就因为我每天如果出门的话，我一定化妆的。我没有化妆的话，我是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一个人，所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呢，一定会化妆。那我出门化了妆，那就很容易说，长时间之后啊，皮肤会变得干燥啦。那尤其是在我们马来西亚天气也特别的热，然后特别的干燥，然后我最讨厌被晒伤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有这个习惯，就是一定要带一个小型的喷雾器出去。那我对于小型的喷雾器哈，这种补水的喷雾器啦，的要求就是它的那个瓶子一定要小，一定要够小，要不然很麻烦。就算我找到一个很适合我的那个补水的产品都好，那个瓶子太大了，太大的话我怎么带出去呢？带出去很麻烦呐，我的 bag 还比它小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那个瓶子本身一定要够小。OK，然后另外呢，一定要够漂亮，才衬托出我这种气质来。OK，不要打我，OK，不要打我，OK，OK，OK，这个就是我第一个条件，就是它一定要很小，够小，可以带出去的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它有这个很高的吸收能力，可以很快被吸收的啊，不然带去做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已经冒汗了，你还喷一堆水那边，然后它又不会吸收。那是喷来干嘛？对不对？那就很奇怪，而且你这样湿哒哒的，要等很久它才吸收，也是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已经要上场去主持了，还是要上场去工作了，喷了喷这样子，想要清醒一下之后，哎，脸还是湿湿的，这样子哪里可以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点就是，我很喜欢喷雾器，就是那个水分呐，是非常的香的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去，我们工作了之后，我们会很累嘛，有没有？很累，然后有时候我们很想要放松心情，或者是那个精神很紧绷啊。有时候我们做工做到，所以有时候想要喷一些东西在身上，然后嗅到那个味道之后呢，哎，那个气味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神经的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对我来说，OK，首先就是那个瓶子的设计啦，第二就是补水那个吸收能力啦，还有第三就是那个气味啊，这三大点是我对于这种补水的喷雾器的那个要求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呢，就是 Tinting 这个啦，够小了吧？有没有？我三个要求都已经达到了，有没有？Skin Renew，对，大家已经看到那个照片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剖出来了。就是这一瓶，这个是 Skin Renew Belief Belift Belief Belift，相信，OK，它主题相信，然后这边写着它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 Belift，那个 Lift Up 的 Lift 啊，Ultimate Instant Facelift Spray，所以其实哈，它已经超过了我另外一个要求，我本来只是要三大点的要求，但是这个喷雾器呢？这边已经写明说是可以帮你提拉你的肌肤的哦，可以紧致你的肌肤哦，所以它不只是补水哦，还可以紧致你的肌肤的。OK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照片啊，因为我已经准备了，所以呢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反正都准备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照片。OK，等一下哈，是这个，OK。给大家看到照片了，就是这个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它的主题 Believe Belift Ultimate Instant Facelift Spray，
15，你看它的瓶子啊，是玫瑰金的哦，非常漂亮，很高贵。我本来对我不知道，我之前也是有看过 Skin Renew 的一些产品，但是呢，我没有想到，哎，这个新推出的产品是这样的设计的，非常的漂亮哎，它的那个玫瑰金很女人，很韩式，很适合我，很配得起我的气质。OK。不要打我，OK？不要打我，开玩笑而已，开玩笑，OK？OK，okay? Okay, 所以它的这个瓶子呢，首先它的那个这个 size 哦是够小的，我可以放进我的包包里面，是刚刚好的，没有问题，OK？然后再来就是刚才我有提到，就是它的香味很香，有人我好像看到有人说是玫瑰水吗？它不是玫瑰水，但是它有一种很香的植物的气味。所以呢，你嗅下去之后呢，整个神经就可以放松、放松、放松。OK，是一个很天然的味道。对啊，香味真的很重要。有人说，对对对，你们都认同，对不对？都认同，香味真的很重要。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呛鼻的那种香味哦。我不知道，有一些产品真的是浓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你很厌弃它。你很不想可以，你会觉得喷一点点，你就觉得我在喷香水吗？我不是喷香水，我是要，我要的是保养，保养不是喷香水，你知道那感觉吗？我要，所以那个刚刚好的气味是很重要的哈。OK，然后最后刚才我说到一点就是它的吸收能力啦，吸收能力基本上是很快的。我现在喷一喷在我的一边脸上，OK。其实我今天一整天都已经喷过了，所以，然后我这边喷一喷，这边拍一拍，很爽。哎，那个味道真的很清香，我真的是没有骗大家，因为现在我们隔空，大家没有办法嗅到那个味道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骗大家，确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味道，很清香，很舒服，所以，我可以想象，如果我今天很压力很大的话，或者是几乎要发脾气的时候，就嘿，嗅一嗅，没烦恼，这么厉害。不过讲真的，味道这种东西是因人而异哈。刚好我喷一喷，拍一拍了之后呢，现在马上已经干了，是没有水在我的脸上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已经是没有水分在我的脸上，而且非常的舒服，马上感觉到那个产品已经吸收进去了哈。OK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呢，Skin Renew 其实它的产品已经得到国际的认证了哈。我 show 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它成立于1995年啦，然后就是有一定的那个经验了哈，有一定的历史和经验了。那全马它拥有15家分店，那你想要知道它的分店在哪里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。找一下他们的那个website，那个 website 我已经放在那个 description 那边了哈。然后还有就是呢，其实哈，在2015年哦，他们在 Australia 也成立了另外一家分店了，Australia 也有哦。OK，已经发展到国外去了哈。然后还有得到各大奖项啦，哈，还有大家这些都是一些就是。得到认可的，OK，非常有，那个，对，非常知名的一些奖项哈，还有就是各大这些美容杂志的认证了哈，的认同认可，OK，那这边就是一些认证的一些记号了，OK，这些标志大家都很熟悉的，OK，得到各大认证，所以呢是绝对适合，是安全使用的，OK。好，那这个产品呢，到底它有什么那么厉害呢？就是哈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个产品呢，它可以在一分钟内，号称在一分钟内可以马上让你看到那个 V 脸的效果，非常的厉害。OK，因为今天我一整天都已经用过了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，它没有办法现在马上给你看到两边到底有什么分别，因为我看了一整天都在用了，已经很小了，不能够再瘦了。OK，不过等一下，我让大家看一下一些照片啊，让大家看一下它用过了之后两边不一样的那个对照给大家看。OK，哇，这边很多人都跟我说想要那个产品哦，大家
对对对，都采用天然的成分哈。OK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是是，还有很多功效。是是是，哇，大家都有回应哦。OK，是，它有镇静的效果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皮肤痒的话，有时候我们皮肤痒是因为太过干燥哈，而敏感而导致敏感，所以呢，一定要用一些就是有天然成分的产品啦，还有就是可以镇静跟舒缓的，所以这个产品是没有问题的哦。OK。所以它这个产品呢，是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啦，还有就可以让你的那个胶原蛋白在增生啦，还有紧致效果的。好，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下的，就是呢它的一些，它有八大功效，我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到底这八大功效有多厉害哦。OK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八大功效了。好，首先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可以紧致肌肤，可以除皱纹。可以减少眼袋，哇，这个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追求着的，眼袋怎么样可以减少？除了早睡早起之外呢，还可以怎么减少哦？还有拉提，还有缩小毛孔，这个我需要缩小毛孔，每次都讲的。OK，然后还可以瘦脸呐，刚才我说了，就一分钟以内就可以看到效果，可以瘦脸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保湿，还有就是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。还有可以增加光泽度，是的，可以增加光泽度。OK，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说，其实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用哈？就是我们每一次呢，每一天早上起床了之后啊，我们做了一般的日常程序之后啦，一般的日常程序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起床。我们刷了牙、洗了眼之后呢，会做什么？弄干那个皮肤咯。弄干了皮肤之后呢，就是要涂 toner。涂了 toner 之后要做什么？涂了 toner 之后就是要 moisturizer 或者是 serum 了啊，essence 啊，serum 啊，或者是moisturizer。OK，就是滋润霜。OK，过了一些基本的步骤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喷一喷这个Belift 喷雾器。OK，这个神奇水，我叫它神奇水哈，1分钟神奇水。OK，那么如果你是要化妆的话呢，也是一样可以的。那你化了妆之后呢，也是一样，在妆后再喷一喷，然后拍一拍。就刚才我自己已经化了妆，我的脸是有妆的，OK 是有带妆的，所以在妆后再拍一拍是没有问题的，让它在妆后再吸收。可以让那个妆感更加的那个持久，OK，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那个功效，很大的帮助。OK，之后呢，OK，刚才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个日常程序哈，OK，还有就是无时无刻 ，OK，所以日常程序之后呢。其实为什么这边写无时无刻呢？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带出去，你无时无刻都可以拿来用。OK，你化了妆，出了门之后，然后刚才我讲的，就是我不是说我很喜欢，那个出道去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带着出去嘛。那化了妆，有时候暴晒了之后啊，或者是工作情绪紧绷之后啊，你会发现你的脸特别多油的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用那个提出压一压，把那个油给压掉之后呢，再喷一喷，那就完全整个人就可以变得很清新了，而且顺便可以让你的皮肤得到滋润，或者是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呢，如果你发现你的水肿突然间很明显了，哦，也就是说。突然间你觉得你的脸好肿哦，不懂为什么，或者是说你起床的时候觉得你的今天的脸特别肿啊，怎么样去减少这个问题呢？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你就可以试试看用这个Belift Ultimate Instant Facelift Spray 啦，你就可以用这个 spray 啦。好，OK，为什么可以这么的有信心跟大家说可以这样呢？可以有这样的功效呢，是因为它的成分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呢，这个就是它的其中一个成分啦，这个就是非洲吊灯树果萃取，
非洲吊灯树果萃取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吊灯树？吊灯树果那个形状很好笑，有没有 ？OK，在英文哈，Kigelia Africana 应该是这样念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啦。反正那个 spelling 是对的，OK。然后也有人把它称之为 sausage tree，还真的很像 sausage，有没有？很像 hot dog，真的，有没有觉得很像 hot dog？OK，除了很像 hot dog 之外，也很像 cucumber，也很像那个黄瓜。有些人叫青瓜，有些人叫黄瓜，很像 cucumber，有没有那个形状？很可爱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果呢，也是叫做吊灯树果，哦，那它就是有这个成分啦。那这个果呢，有什么？这个成分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它可以增加皮肤的胶原纤维，还有从而 OK，就是呢，它有这，它能够增强我们皮肤的胶原纤维，然后就可以达到紧实的效果。那还有就是呢，能够减少细纹啊，还有皱纹啊，哈，这个每个人都想要的哈，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平滑啦，还有就是促进我们的皮肤的弹性，减少颜色素的沉淀，哈，也就是说它可以增加那个皮肤的血液循环，让那些色素沉淀可以赶快的消失。好。So，我现在讲到哪里去了？OK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成分。好，这个是树果萃取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这个，叮铃，瓜拉纳萃取。这个水果我觉得很可爱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觉得好像眼睛？好像看着你，你看那个水果，你们看那个水果，你们看那个水果，有没有觉得很好笑？有没有觉得好像眼睛？因为哦，在某个国家，他们有把它称之为神秘的眼睛，哎，瓜拉纳果，因为它长得很像眼睛。如果你远远看哦，看那棵树哦，就会看到好像有人看着你这样，因为就是有很多一颗颗的那个眼睛，啊，卡顿的眼睛这样啊。这个叫瓜拉纳，果，OK，瓜拉纳，OK，它的英文名字叫 Paulinia cupana，应该是这样念的，我不知道对不对。OK，那它的功效呢，就是它功效其实哈，有点类似咖啡因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它有点类似咖啡因呢？因为它可以有抗氧化的这个作用，抗氧化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美白，OK？所以它其实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，所以它跟那个咖啡因是有点相似的，而且它可以去水肿。哦，这个瓜拉纳的萃取真的很重要在里面啊，所以他说它可以帮你紧致你的肌肤，可以去水肿，是因为有这个成分哦，还有就是可以帮你抗菌啊，所以如果你出到去，因为它可以抗菌，所以你出到去是最适合用的。你在出到去，你在外面的时候，你接触最多的是什么？就是细菌呐，哈。所以它可以减轻你的浮肿现象啊，还可以让你的皮肤平滑。那另外一个成分呢，就是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，哎，没有出来。OK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啊，没有出来耶。OK，没关系。这一张照片好像出了问题，OK，没关系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不可能啊，一下哦，还有在，就在这边，OK，第三个这个成分呢就是这个啦，朝鲜蓟叶片，朝鲜蓟叶片，OK，好像包菜这样哈，可是又不像包菜，又好像花这样，诶，给我来说呢，我真的是。没有见过这个菜 ，OK，这个它也是有它的其他的名字了哈，叫做洋蓟或者是菜蓟，其实是可以拿来吃的哦。刚才介绍的其实都可以拿来吃的，只不过说我们很少见到，因为在我们马来西亚，我们的国家就很罕有了，没有见过。那尤其是这种植物，这个朝鲜蓟叶，
它只能够在特定的温度或者是土质下才能够种植，所以说非常的珍贵哈。而且通常我们都只在国外才能够看得到的这一种植物叫做朝鲜蓟叶。那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细纹皱纹的形成， OK， 换句说就可以避免我们的皱纹的那个增长了哈。还有就是促进皮肤的弹性，能够帮助防止老化，还有紧致我们的毛孔，增强我们的皮肤内层细胞，防止毛孔老化下垂。所以为什么说可以帮助缩小我们的毛孔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成分啦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主要的成分跟大家说了哈。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说的，就是刚才我不是说有人可以喷了之后可以让他看到那个效果哈。这边其实也是有一些照片可以让他看一下哈，像这个女生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，OK， 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挡住这样子。OK， 那你看哦，他就喷了他的半边脸。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立刻看到那个效果，是因为我今天整天其实已经喷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喷一边不喷一边给大家看那个效果哦。OK， 你看这个女生，这个是 Skin Renew 的同事。OK， 然后你看她一边，就是你们的左边还是右边，我都不知道，反正那个图有显示啊哈，她一边是紧致的。OK， 一边是比较下垂的，他在工作的时候喷的，然后马上就用自己的手机来拍下来，就自拍了。那自拍了之后呢，就看到这个效果，就是半边脸，他只拍他半边脸， OK， 喷在他的半边脸，所以就有看到这样的效果。那么之后呢，就一整天了之后，他回到家， OK， 洗了脸卸了妆之后呢，你看他那一个效果仍然还在哦。你看他两边，一边还是瘦瘦的，而且瘦得很夸张哦，而且很瘦哎，一边，然后另外一边是还是肉肉的感觉，有点垂垂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所以他其实对你在他眼睛那边也是看到他的那个不同哈，那个分别。给大家看他工作的时候，他早上喷的时候那个分别，这个是他之前早上喷了之后的效果是这样哦，一边眼睛是比较紧致的，比较提上去的，有没有 ？OK， 然后回到家卸了妆之后呢，还是一样有看到效果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你喷一喷，虽然讲我们一分钟就可以看到效果，但是它的那个效果是很持久、很持久的。OK， 所以到现在哈，我再喷上去也是让大家看不到分别，因为已经紧致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是啦，这个就是。给大家看，给大家见证了那个不同的效果哦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产品，也特别推荐给大家。那这个产品可以在哪里买呢？你们可以留意一下这个 website 哈，就是 Skin Renew 的 website， 就是这个。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他们其他产品啊，或者是想要知道在哪里买啊，你可以去浏览这个 website www.skin-renew.com， OK， 进了去呢，他们这个website 里面就有各种资料，你们想要知道的都有在里面， OK。 然后还有就是，如果你们有问题要询问的，也可以去他们的那个 Facebook 去询问。而至于要买产品呢，你们可以去找他们的那个 contact 那边哈，他们所有的分店的地址跟电话都有在那边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看， OK。所以现在呢，让我来读一读你们的留言，然后刚才一直顾着讲话好不好，然后记得帮我 share 这个直播， share 了这个直播才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奖游戏。今天呢，我就是要送出这个喷雾了，这个水分喷雾器，这一罐值多少你知道吗？一瓶188块，一瓶188令吉，但是非常的好用。 OK，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那个网站。 OK， 然后今天我要送出三瓶，今天我要送出三瓶哦。 OK， 是哈，我现在来看一下你们的留言啊，刚才一直顾着讲话。7月了会吓死人吗？那一句话是针对什么？
哦，OK，这是前面的，就是说我讲那个植物很像眼睛的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瓜拉纳，瓜拉纳，OK，那个对，那个植物叫做瓜拉纳，很像眼睛，不过好像又很可爱这样子哦，有没有？OK。像莲花哦，那个菜像莲花，很特别，很少见。对，成分都很少见，很特别，有没有？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对，Karin 说的对，所有的成分都对我们的皮肤很好哦。嗯，然后刚才照片大家看到了，就是一边都有 V 了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 before 的照片。OK，OK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左边、右边，你们的。右边是吗？跟我一，哎，我这边看就对啦。OK，右边的是比较垂的，然后左边那边是已经提拉起来的。OK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，它是这样。哎，晚上的时候还是看到那个效果，还是非常的明，而且越来越明显。嗯，对对对，很分很分。OK，所以现在马上就是要帮我。share 这个直播，然后我再告诉大家如何参加这个，如何赢奖，OK？如何参加这个有奖游戏？嗯，Christine 说有点小贵哦，哎，好的产品呢贵一点点，我觉得在所不惜啦，OK？哎，对，我觉得是啊，是啊，真的真的，对我来说是最重要是那个质感好，真的有效。要不然你买用便宜的，就是又花一点点钱买的一些产品，然后又不好用，其实也是在花钱呢、啊，也是浪费。嗯，OK，嗯，大家在问怎么样赢奖了啊、哦、？Janice 刚才哦，Janice 这边有问说有保湿的功能吗？有有有，OK，我再开给大家看那个八大功能，OK，它的功效是有这么多。OK，有八种这么多，所以呢，它是有保湿的功能的哦。严玲说商家好大方哦，对哦，送你一瓶哦。OK，一瓶这个 Skin Renew Believed Ultimate Instant Facelift Spray，然后今天我送出三份。OK，今天要送出的是三份。啊，苏正说这个牌子的产品都非常好哦，是。OK，其实我今天这个产品呢是我第一次使用，然后我都觉得很不错，已经觉得是很有效，然后值得推荐给大家。而且我跟大家说，我介绍产品呢，通常我都是跟他们说我一定要试过了之后，我才答应要不要分享。So，这个是我做的理念，我一定试过了，我觉得好用，我才分享给大家的。所以呢，我不是乱乱介绍的，而且我不是什么产品都接的哦。OK，希望大家理解哈。OK，嗯，很多人说很想要得到这么棒的产品哦。哦，Christine 说很适合你的包包脸哦。肌肤缺水干燥会痒，对对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太过缺水、太过干燥，所以才会痒，然后开始敏感，是因为没有水分了。嗯。对对对，嘉义说不用 edit，不用经过美肌，脸就变 V 了。嗯，OK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好，很多人在问怎么参加了哈。哎呦，很多人都说他需要哦。我肌肤缺水干燥，哎，哦，再重提了，OK。好，想不想知道怎么玩呢、啊？其实很简单而已。想不想知道更多呀？嗯哼哼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website 是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，或者是想要买这个产品，想要知道在哪里买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这个 website，OK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产品介绍。然后如果你们要去他们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去 contact 那边或者他的，对，去 contact 那边去找他们的所有的 salon 的地址跟电话都在那边，OK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产品啦。好，想不想知道怎么赢取呢？想不想知道呢？我相信你们都全部都很想了哈。对，
skin-renew.com，MLLIM，对对对，我也很需要改善脸大干燥的问题，而且很敏感，希望有机会迎娶哦。OK，期待选中我，我要，想想想，全部都很想。OK，有没有帮我 share？有没有帮我 share 我的这个直播？有没有？首要条件就是你没有看到我旁边这边，我旁边不是写了吗？我的条件就是一定要分享直播，现在还是对对，现在还是这个 OK 啊，这标题新品推荐，今天是要送奖哈，但是首要条件就是一定要分享直播 OK，然后你 like 了我这个 page 没有啊？like 了吗？like 了吗？OK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去 like 一下 Skin Renew 的那个官方的面子书，也可以去 like 一下。诶，这个。Jelly 哈，Gelly 还是 Jelly 哈？啊，这边写 Skin Renew 的 The Curve。哦，OK，Skin Renew 会在 The Curve 的 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 那边做那个 Roadshow 哈。好，大家留意一下，Skin Renew 在 The Curve 23号到27号，9月23号到27号会在 The Curve 那边有5天的 Roadshow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可以问一问，更多。OK，关于他们的产品，然后你们可以应该有机会可以试试看，到底它有多神奇啦。嗯，而且他们有告诉我说，他们做了热搜之后反应真的很好，也就是说当场有很多人试了很喜欢。OK，他还跟我说，哈，可不可以减少一点？我怕等下卖不够产品啊，应付不来呀、啊。好，来，我是想要送更多给你们的，但是，所以你们要珍惜哦，只有3个哦，今天要送出的只有3个，OK？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赢到，也不要气馁，因为还是可以买得到的哦。各位已经分享了，分享了，女人都爱美，当然就是要把她带回家喽。Like 了，完成了，步骤了，分享了。对，Rex 说23号到27号，是，Randy 也是有说。Randy 也是有说在那个 The Curve 那边有5天的热搜啊，9月23到27号，好好好，分享了，一定一定，耶、yeah，OK，我的肌肤很缺水，很需要，OK，这个产品呢，除了是让你可以补水之外呢，也可以让你抗老，还有就是去消就是能够消肿，又去又消不可以的，是只能去消只能去水肿或者是消肿。OK，好，So，对，这些就是它的一些基本功能，有8大功能哦，我再重复给大家看哦，再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？好像在暗示一些什么给你们哈，OK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8大功效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不好？OK，这个产品的8大功效。哎，就是可以紧致我们的肌肤，可以除皱。哎呦，今天一直走音啊，讲话可以除皱，可以减少我们的眼袋，可以拉提我们的肌肤，可以缩小毛孔，可以瘦脸，可以保湿，可以滋润，可以增加光泽度，而且用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哈、哦，就是我们每次的日常程序之后，做了一些基本的保养步骤之后，可以喷一喷，然后轻轻的拍一拍，然后很快就会被吸收，而且呢，我们出道去的时候，我们。随时随地哈，你想要喷的时候就喷，就算你化了妆也好，也可以喷。然后，我们的颈部也是可以喷一喷啦，因为我们的颈哈，尤其是我们的颈窝，我们是要减少那个皱纹啊，不然呢，很容易可以显示出我们的老态。所以呢，颈也是要喷一喷，OK，也是轻轻拍的就可以让它吸收了。然后，就是。如果你突然间发现今天哈，为什么我的脸那么的肿？为什么我还要出去拍照呢？怎么样？我还要去见男朋友，我还要去见老公。哎，老公每天见，还好还好。我要见人呐，我要见人呐。所以你就可以马上喷一喷这个 Belift，OK，然后立刻就可以消水肿了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刚才也给大家看到那个 before after 的那个照片呐，很厉害，有没有？OK。等一下，我要按掉这个这个照片啊。OK，看一看，看看我的脸好不好？OK，
所以现在你们想要知道怎么玩了吗？其实也没有太难，很容易很简单的那个方法哦。OK， 嗯，好，方法非常简单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问题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好，就是这个，请完成以下的句子哈，大家在这个视频这个直播的底下 comment， 告诉大家 OK 完成那个句子 I believe， 注意哦，注意那个 spelling 哈， I believe 用了 believed 之后 OK， I believe 用了 believed 之后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可以完成那个句子哦。I believe 用了 believe 之后会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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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写 OK， 随你喜欢 OK， 在这个直播的下面留言，然后有截止日期的哦 OK， 等一下，截止日期呢是在这个星期五了，25号，8月25号截止日期，所以你们可以一直留言，然后一直不断的分享给大家，然后你们可以如果觉得不满意你的答案呢，你还可以是再重复的写 OK， 写到你满意为止 OK， 但是不要太多哈，不要 copy paste 哦，不准 copy 人家的哦，因为如果我们看到有重复的答案我们就不会考虑了 OK， 所以一定要写你们自己的答案好不好 OK， 然后我们是看你的诚意的 OK， 不一定要很创意，也不一定要写到多 flowery OK， 创意跟 flowery 我有 OK， 最重要是够真诚 OK， so 我就去等待你们的答案，然后在25号晚上的11:59截止，好不好 ？OK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大家记得，除了要把你的答案留下来之外呢，也一定要 share 这个直播哦。OK， 如果我看到你的那个 page 里面，你的 account 里面是没有 share 这个直播的话，那就没有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25号。OK， 8月25号的11:59之前，写在这个直播的下面。OK， 然后继续的去把这个分享啊，把这个直播给分享出去，不停的去 post 就对了。哦，开始有人写答案咯，对对对，好，请踊跃的参加哦，然后注意那个，对对，那个 spelling 要对哦。嗯，谢谢 Skin Renew， 对。啊，我看到大家的答案了，对对对，谢谢你们，请踊跃参加，然后对，继续的 share 这个直播，除此之外呢也请大家去跟随我其他的一些 social media 啦，我等一下我会去我的那个 VOOF 那边也是会做直播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继续跟你们讲话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 VOOF， 这个 VOOF 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 VOOF 其实是那个软件哈，那个一个直播的软件，然后我最近都很常在那边跟大家直播聊天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我跟我一起聊天的话可以去那边，那那边的那个直播呢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很快，你们就是我讲的话之后呢你们的回应是很快的，我一讲你们就回应了，可是在 Facebook 呢有一点比较慢了一点的就是呢要等一下，要等不懂多少分钟才看到你们留言，所以那个反应不会那么快，而且在 VOOF 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送礼物的，可以送礼物给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所以你们想要知道是怎么样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用你的手机 download VOOV V O O V 就对了。OK， so yeah， so 大家可以赶快参加咯，可以开始留言，然后一直到今这个星期五啦，8月25号晚上11:59截止。OK。然后现在我要做的是，好像少了一个东西哦，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那你们继续给答案吧 OK， 继续写，然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一说，这边少了一样东西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一定要放出来，
我这人真的是，不见，哎呀，我没弄出来哦，这样啊，我刚才不是，咦，哦，其实是一个 antlate 来的啦，我是想要专业一点，最后结束的时候一定要放出来，这样看起来比较专业，诶，没有的。是哦，没有喂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的。等一下啊，等我一下，很坚持啊，我这个人很坚持，做了一定要放出来。啊，在这边，耶，OK。该我漏了这个东西，真的是很坚持。OK 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，就是很坚持，一定要放。OK，好啦，今天放了这个，就表示说我今天的直播要结束了。OK，谢谢你们的参与，谢谢你们，然后请多多支持，我的这个直播，还有在 Woof 也可以支持一下，然后也来跟随我的social media，我其他 social media 有我的 Instagram 啊，Majen Shines，还有我的 Woof ID 我写的出来给大家，还有就是我的 Facebook page，请大家跟随，然后请一定要 share 我今天的这个直播给大家，然后也谢谢 Skin Renew，好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我还有更多的产品要介绍给大家哦，现在我要过去 Woof 了，OK，拜拜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拜拜。诶，对。